是2013年12月4号，天这个预产期的非常的准，就是宝宝在刚刚6点多出生的。然后这次虽然前面很痛，没有打到无痛，可是很快就生出来了。然后现在跟宝宝做肌肤接触，希望喂母奶那个也是像第一胎一样那么顺利。对啊，接下来才是考验的开始。然后现在呢，老公在帮我按摩子宫，好痛。